大家好啊，这是一个长满野草的草堂啊，自己在这里弄开了一个大口，在这里也钓一下，看看鱼口怎么样。饵料还是用蚯蚓。终于了，看一下这个草丛的环境，到处长满了野草啊。一条太阳鱼，飞票，什么鱼？终于草丛野钓，鱼口确实不错，光拉上野生鱼。